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星。阿星现在在海南的海口。来到海口之前啊，我听说有一个美食是本地的特色美食，叫做老爸茶。听这个名字我就很好奇啊，那是儿子和爷爷不能喝还是咋？结果呢，来到这一打听，我发现就是现在谁都能喝，这男女老幼都能喝。老爸茶啊，在当地非常的受欢迎，大到上千瓶那种豪华点啊，贵一点的店。小到这种苍蝇馆子到处都是，基本上我的观察是稍微繁华一点街道就能看见老爸茶的身影。那今天咱来到海口，一定要尝一尝。在吃老爸茶之前呢，咱先来这家店。是啥嘞？彩票。为啥要买彩票呢？你看吃老爸茶啊，第一步就是先买个彩票啊，一会儿给大家解释。来，好，现在就买到位了。今年要发呢全靠它，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也可以啊，在路边买个槟榔。但是啊，这个东西我吃过，你像我这种人啊，就是不经常吃的，这外地人吃这种槟榔，生槟榔，那吃完了立马就栽倒。咱还是第二步就算了，直接就是老爸茶，走。穿过一个小巷就到了这儿了。恒星发茶店，走，先落座，找地方。服务员大姐给拿了个小单子，这个小单子一看就非常的像广东的探茶，什么探早茶、饮茶。哎，我看了一下，这个选择非常的少，你画了也是白画，咱还是要出去拿，走。看见这些小笼子就非常的熟悉了，就是探早茶。哎，你好，给我来一个这个，鸡爪，直接自己动手。嗯，再给我来个虾饺。行了，就要这些。哎，你要来。先给大家报一下我点了啥，凤爪、虾饺、丸子三拼，还有这个牛肚、西多士，还有他家的这个招牌大包，这个呢就是红茶。其实啊，这一下点的有点多了，人家真正的当地人啊，这个老爸喝老爸茶就是一个红茶啊，顶多再加一个包子啊，你像西多士。咱吃之前呢，还是给大家讲文化，这老爸茶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南洋归国的华侨把这种饮茶的文化带到了这里。东南亚受的是西方国家的影响，你比如说这英国，你看咱之前啊吃的那个3:30下午茶啊，也就是这个同理是一样的。那你说你叫探早茶或者饮茶就完了，为啥要叫老爸茶呢？这就很有意思了，这跟海南的当地这个文化是有关系的。最早的时候，这些男人们啊，一大早要出海捕鱼，那回来呢就是中午，中午吃过饭了，下午没事干，那三五好友呢就聚到一块儿，就开始喝这个茶啊，谈天说地，就是啥都聊。这个时候啊，
就会引出来啥，就大家都说这海南男人懒，很随性，为啥呢？其实就跟这个老爸茶是有关系的。那男人捕鱼其实也挺辛苦的，那回来那下午没事，那你说咱就喝个茶呗。导致啊，现在人对这个海南的根深蒂固印象就觉得女人很勤奋，为啥呢？你看没有老妈茶是不是？还有在海南啊，就是上了年龄的男人啊，统称是老爸，所以这些人聚到一块儿喝这个茶，那就成了老爸茶。那说到这儿呢，这口有点渴，咱先喝点茶。然后这个茶啊特别的浓，就回口的时候很苦，虽然很苦，但是你看人家这个茶啊，底下是有糖的，非常多的糖。那这些糖呢有两种喝法，嫌它不甜啊你就搅一搅，如果是觉得太甜了你就不要动，那喝完以后呢再加一点。哎呀，这搅了一下都感觉特别甜，是那种苦甜苦甜的感觉。为啥喝这个茶要加糖呢？这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因为咱中国人喝茶呢是不会加糖的。为啥喝这个红茶呢？就是啥，便宜。你看来到这儿，那很多人点什么冰红茶啊、冰奶茶啊，那些啊都不正宗，最正宗的就是海南这些老爸们喝，就是一个红茶，然后就加点这什么西多士啊，还有包子之类的、面包之类的，控制在10块钱以内。为啥？一个是没钱，二一个呢是你这喝多了，这媳妇儿回去就得骂。喝这个下午茶啊，其实是啥都不吃，你喝完之后你晚上还要回去吃饭。咱先尝尝他家这个招牌的西多士，很甜，外面裹的是鸡蛋，然后上面有很多炼乳，那吃起来非常的香，面包、鸡蛋还有炼乳的完美组合。其实海南的历史上产茶，但是呢这儿的人不爱喝茶，像这个绿茶还有鹧鸪茶都是本地特产，不爱喝茶就是爱喝酒。伴随着这个南洋回来的老爸茶啊，慢慢的人才爱喝茶了。边喝边吃，再尝尝这个招牌的大包，你看这大包，这别说跟咱脸比了，跟这手比比，你看这是叉烧馅儿。哦，我看见这还有个鸡蛋，主要它这个皮儿有讲究，是一层一层的破酥的。哇，它这个馅儿还是挺咸的，咸甜口，叉烧味儿，这里头加鸡蛋啊，很有讲究啊。你看它这个皮啊，因为是破酥的，吃起来不是那种馒头的感觉，就一层一层的，有点韧性。虽然这馅儿不错，但是它后边这个皮啊也太厚了。咱用这个皮来吃点牛肚。那很多人啊来到海南这里喝老爸茶，就觉得这种环境不好。其实呢，你喝老爸茶就得来这种地方，不是在于吃，是在于喝。这男人嘛，就是啊，这聊聊时事政治啊、社会风云的变化，什么伊朗核问题，是不是搞得感觉这桌都在联合国上班？比如说我身后这桌老爸，那聊的话题就是啊，哪个老同学啊突然又发了横财，哪个老板呢啊又生意黄了。总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那现在不光老爸啊，这男女老少都加入进来了。你像这老妈也开始喝，这老妈聊呢就家长里短的，是吧？哪个姑娘30了还没嫁，哪个儿子又不孝顺，谁家那小孩呢就是幼儿园交学费交的贵。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你能看到这每个人背后啊都是一个家庭，那整个家庭组合在一起呢就是这个社会，很有意思。你看你坐这儿又听，那听了半天呢也听不懂。那以前的老爸们还要打鱼，是吧？打完鱼之后有这个闲工夫，那现在呢你都不打鱼了，有啥正事呢？哎，还真有正事，比打鱼挣钱。这个时候这第一步就来了，就是彩票。有句话说得好，是靠山吃山，是靠海吃海，那啥都不靠呢，就靠七星六合彩。这就是现在老爸们的正事，成天研究彩票号码。有好多老爸都觉得，哎呀，我人生啊就差3步，为啥？7个号中了4个，有的说呢我就差2步啊，还要差1步的，你看这非常的刺激。当然啊，这个大奖不一定能中，还有一个是好玩的刮刮乐。标准姿势，哎呀，就是拿个牙签刮。哎，再来一瓶。哎，不是，开玩笑，这没有再来一瓶啊。啥玩意儿？这没一个中的，这就是骗小孩的。想要发横财啊，还得靠这。哎呀，咱还是接着吃，先省个鸡爪。这就是老爸茶的精髓，聊聊天，呱呱讲，尝一尝。哎呀，吃这几个，这个凤爪是最好吃，很入味。再尝一尝虾饺，
看着是没有啥味道，那吃起来是有滋有味，特别鲜。为啥鲜呢？就是靠里头这个大大的虾仁儿，看，嗯，你像阿星啊，得亏不是本地人。如果我是本地人呢，以后老了成老爸来喝这老爸茶呢，不受人待见。为啥？因为我吃东西有一个特点，快 AA 制，所有老头聚到一块儿，人家正在那儿聊天呢，是吧？老王刚说了几句，一低头，哎，仨包子没了，哎，饭量大就没朋友了。老爸茶我就喝完了，喝完以后我的体会是，它不是吃也不是喝，是啥呢？体验海南当地这种可以说是舒适闲散的慢生活。这家店的味道我觉得也不错的，以前由码头工人喝的这个老爸茶演变成了海口乃至整个海南的一种美食文化。我觉得大家来到海口一定要体验一下慢生活，要慢慢悠悠的。好，那就这样。